好，市长，我今天有请这个大安分局我们行政组的组长陈文忠组长也到台上来备询，不知道有没有来。好，市长，我相信这个人你很熟哈，他陪着你六年，他是你六年来的这个随护，过去陪着你搭公车、上班，还有国外出访，然后以及上综艺节目，哦，有非常多你们都同框的画面。市长，这个人如果这么好的话，你为什么把他调走？第一点哦，这个他们警察局的，其实我跟你讲，因为那个松山分局的事件，你知道吗？没有，我就针对他的事情嘛。对啊，我跟你说，都针对他的事情。因为当时松山分局出事嘛，当时，不过陈家昌局长那时候也要走了，后来杨局长来，你知道吗？我们一开始我还跟他讲说，真的要满六年全调，他说，这样要调要400多个，我说要不要分阶段？他跟我说这样反而麻烦。那后来跟杨局长说，市长真的是这样子吗？你轻轻拿起，轻轻放下，这个人在他。对外他自称是你的秘书，在外面招摇撞骗，你难道一点都不知情吗，市长？不是啊，你要说他招摇撞骗，那你就要有实质的证据。好，好，那陈文忠组长，我问一下哈，你有没有在市长室里面公然的偷吃橘子？偷吃橘子？我问一下，你有没有在市长室里面偷吃橘子？啊、你偷吃橘子有没有把嘴擦干净？不然为什么会有今天周刊这么耸动的报道，而市长现在还在装聋作哑？你有没有偷吃橘子？我先问一下陈文忠，你没有偷吃橘子，你真的是很愧对这颗橘子啊。水果很多种，你为什么特别指橘子？市长，你自己知道的，我们市长是有个橘子，你不但偷吃，他而且你没有擦嘴，把嘴擦干净，你还事后不理，有没有这种事情？不会吧？没有吗？哇，这个指控，这指控太大了，见到光临。市长，你都没看周刊吗？没有，周刊不要看太多了。不要看太多。跟那个 call in 节目一样，不要看太多。那这个人招摇撞骗，那你认为他是清白的吗？我觉得是这样的哦。你认为他清白吗？通常是这样的哦。如果我有发现，我早就讲了嘛。啊，所以指控人家也要有证据嘛。啊，只是说我在想说，警察在一个地方待太久也不好了，所以后来。那我。嗯，我就给他说啊，那六年我们自己。他这么好，你怎么舍得把他调离嘛？好，我们可不可以请陈文忠，我给你个辩答的机会，你可不可以针对早上周刊事件来做一个回复？不用理他就好了。谢议座，我们就配合调查。配合调查，那市长政风调查可以吗？这部分我们警察局已经请我们政风督察单位来进，依照周刊报道内容来进行调查。好，那。时间暂停，我把这颗橘子送给市长，希望查明清楚。对，你有没有送其他水果呢？干嘛这青也未吃？不要愧对橘子啊！不要说出对不起人家的事情。我讲有呢，这只青也未吃。好，来，时间暂停，请回。好，我们请督发局。市长，那个明伦社宅哈，那个住户住进去的时候，你非常的关心，你有到这个现场哈去做一个访视。但是新奇岩，来下一张。好，我们直接到新奇岩。好，新奇岩社会住宅，你有没有去过？没有。没有去过，你为什么没去？奇怪，为什么一定要每个社宅要去？啊，你要关心一下，这是你任内新建的社宅啊，还是你知道它离离浪浪，所以你不敢去？不会啦，这个我跟你讲，就是、社宅一定的品质，再烂也不烂不到，烂不到。那市长，那等我咨询完之后，早一天我约你去哈，就是因为你没有去，所以里面哈状况很多，离离浪浪。好，市长，你看这个外观，你给他打几分？这外观看起来很像豪宅耶。很像豪宅哦，你个金嘎贡呢？你等一下，你这个看完之后，你还会觉得它是豪宅吗？那你给他打几分？那外观是没问题啊，外观看起来85分。你的直觉嘞？看起来85分没问题。85分哦，我告诉你，它是75分。来下一张，我们这个中央部会查核本府的这个工程的这个机关报告，有关于北投的奇岩社宅，它是乙等，它的查核的成绩是75分，市长不合格啊，花了这么多钱，结果它才75分而已。
好，下一张。那其实这最近住户已经陆陆续续都入住了。那我根据这一张验收的记录，也看到说，因为里面的状况真的是太多了，所以我去调了这一张验收的记录。结果呢，这个验收不管是初验、复验、复验复了好几次之后呢，终于在这个十月十八号，今年的十月十八号，复验已经合格。那真的合格吗？下一张。好，这是我上个礼拜天气都非常好，我到这个社宅的这个外面去走了一下。我一到这个社宅就看到这个外观开了，这个建筑物开了一个洞啊。那不是说验收已经验收完了吗？怎么还会有一个洞呢？我就很好奇这个洞里面到底在修什么啊？这个盖板为什么还在外面？这如果呢小朋友小猫小狗都跑进去玩捉迷藏的时候，那是不是非常的危险？好，来下一张。好，市长你一定很好奇这个洞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进影片。来，影片时间暂停，时间暂停，影片好看一下。好，这个里面我拿手机进去拍，结果发现了，好，我们这个水泥砖块没有砌好，哩哩啷啷的，这个还有地上有这个大量的酒瓶，随处可见，真的是酒瓶，所以这个施工的品质非常差。好，暂停，你看这个砖块跟水泥是这样子砌起来的，而这个砖块的上面呢，它是一个透气窗，这个如果没有把它这个把它弄好的话，如果地震之后呢，来下一张。好，如果地震之后呢，这个窗户会不会这样子就掉下来？你看这个施工真的是很粗糙。好，再下一张。好，就是这样子。好，你看这个上面的窗户哦，你看这个下面砖块跟水泥根本都没有粘好，好都没有，这个工程实在是乱七八糟了，市长。好，再下一张。好，随处可见，刚刚是一包的酒瓶，现在是阿比亚哦，这种瓶瓶罐罐的。好，再下一张。这是刚刚是我在验收完之后去看到，随处都是酒瓶哦。但是之前你们自己的督导汇报，就是我们市政府自己去查核的，也是随便在 A 栋，刚刚是 B 栋，这是 A 栋。随处你们就发现有这个空瓶的这个台啤，这是啤酒的这个空罐，所以说这个施工不只是施工的品质很糟糕之外，这个施工的这个管理我认为也很不好。好，再下一张。好，上一张。好，没有关系，这拿掉了。好，再下一张。好，市长，那这个新奇颜色宅它有一个很有名的你们自称说它的老树广场非常有名，但是我们看一下你们的老树广场的老树居然是这样子没有防护这个泥土这个土堆高出这个路面。下一张。好，这个民众这样子脚，这是脚的高度，这个如果大雨一冲刷下来，整个泥土会流到这个人行道的地面上，你说这是老树广场，这个不只是对人而且对树我认为都相当的不友善。好，下一张。好，市长你看一下为什么这个机车它会这样子停，你觉得为什么它只停一半？不平是不是？不平啊，对啊。 它是一个斜坡了。我知道是斜坡啊，问题是你不是所有斜坡的房子都这样子盖的，不是所有斜坡的停车格都是这样子画的啊。这个机车它停在那边，它只敢停一半，因为它怕说它整个停下去之后，这个机车会往下掉，会往下滑，所以在那边的住户他不敢往下停。我们的机车格，我们的施工居然是用这种方式。跟你做报告，这个主要我们开放的是让地下停车停机车。我知道，那你就不要画嘛，你为什么要画这种让人家嘲笑的东西呢？他们认为说这市政府也太不专业了吧？而且你看上面还有这个水沟也是在上面，那会滑啊，所以在停机车的这个住户都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台北市政府这个停车格是这样画的？好，再下一张。我们看到这个路面，市长看这个有多么的斜哦，从这个停车格这个白线向上提升，这就是它的一个坡度。好，再下一张。好，你看
我们看到这个角度有多大哈，我把鞋子放在这边，它就是不平整，一路会往下滑下去，它就像个斜坡一样。请问一下，这个斜坡民众如何停车呢？好，再下一张。好，我们进一段影片，这个是脚踏车的这个专用的停车位。刚刚你如果说是这个有坡度的话，那我跟你讲，这个力感更不应该再好暂停，再往前面。好，这个力感怎么会设置在民众的这个停车的这个停车格呢？机车的停车格呢？这很不对啊！这样子的设计根本就是乱七八糟，随便敷衍了事啊！所以如果民众要停车的话，那你的力感立在机车停车格、脚踏车停车格的上面，这样子对吗？合理吗？下一张。好好，我们继续。你看这个坡度，请问一下，这样怎么停车？你看，这个坡度这样子是不对的。你要么就是施工，把它的基地把它弄个平整，你再来画停车格，而不是这样子潦草随便画，这样子就想要了事，有就好了。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跟工程。好，再看下一张。市长，我帮你开箱了啦，哈，这新奇人色彩真的是设计的非常烂。好，再下一张。好。我们看到这个是新奇岩社宅，它的这个景观的灯，就是说这整栋大楼在晚上都会发光会发亮。但是你看它这个景观灯的这个装置，它的电线是外露的，所以风吹雨淋之后，难道不会危险吗？我们再下一张，我们近一点拍。哦，这个景观灯就是这样，它是在户外，就随便这样子接着。我觉得这个你们应该是要用这个压条把它固定好吧，而不是这样子让它外露在外面。我觉得这非常的危险。民众问我说，这验收了吗？为什么这个电线是这样子露在外面呢？下一张。市长，你看这像不像是偷接的电啊？你就这样随随便便这样子接起来，电线是用这种接起来的方式，这很像是偷接电耶。好，再下一张。好，接下来我们走到停车场，停车场还更是离谱。我们看一下停车场的这个油漆，哦，这个天花板跟这个墙壁到底漆的有多扯。来，影片请进。好，我进到这个停车场了。你看一下停车场的天花板，坑坑巴巴的，小朋友专心涂一涂，都比这个油漆工涂的还要好，还要平整。这才住户才刚刚才入住哎，入住不到一个月，停车场居然是这样子，有点可怕。这谁负责的？这不是我们建造。我小时候每栋应该都还是有批的，到现在没有吗？这是两片，色差也太严重了，而且这个也太不平整了。好，再来进入我们的照片，简报的照片。好，市长，你说这个是有验收过的，那个明眼人一看就看到这个油漆漆的乱七八糟的，你告诉我这个叫做有验收，验收有成功，验收合格。下一张，你看，乱七八糟，简直乱涂乱画啊！真的有人去验收吗？好，下一张，好，再下一张。市长，你觉得这个楼梯的扶手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是新奇岩社宅的楼梯的扶手。他那个垫什么东西？垫什么东西，对不对？市长，连你都看出来了，我也不知道这个扶手到底在垫什么东西呀、啊。这个扶手连你卡背了。来，下一张，我们看一下。这个扶手呢，下面每一个这个阶梯都有一个砖块，好像是这个扶手的规格不对，所以才需要用砖块来垫。来，再下一张，我们再清楚一点。你看，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设计，为什么你们会规格是究竟是规格不合格，还是弄滥竽充数，拿其他的材质来当作是扶手？因为这很明显的高低差就是落差的这么多，而每一层楼都拿这样子的砖块来当作垫脚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这真的是很糟糕哦。好，下一张。
好，这就是我们一般我们民间的市长，这才是正常的好的这个扶手，这个楼梯应该有的扶手，这样子的规格才是正常的，而不是像上一张随便拿这个砖块来当做这个垫脚使用的，而且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扶手的那个底座还突出这个砖块的外面，这是很明显的规格不合。下一张，再下一张。好，不好意思，他有一些是属于他设计原来设计。这什么设计？你告诉我啦！你敢说这是设计？你已经敢讲嘞？刚刚那个砖是他另外额外设计的一个。好，来上一张，再上一张。你告诉我这是设计哦？你讲的什么鬼话？我圈起来的那个地方，那个扶手的底座，你仔细看，那个底座还超出那个砖块，那个石砖，你根本也没有对好啊！你告诉我这是设计，谁设计的那么丑啦？是你设计的还是哪个建筑师啊？哦，天哪，讲这种话！好，下一张，再下一张。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扶手哈，这个螺丝。同一只的手，同一只的这个电，这个楼梯，好、哦，它的这个手扶的地方，这三个螺丝，市长，这个没有问题，下一张才是问题。有的有锁三颗，有的锁两颗，哦，这根本就是，哎，施工很潦草。好，下一张，我们进影片。有几个楼层的这个手扶的这个楼梯都是这样子，摇摇晃晃。顶楼的地方，我们看一下这个手把。住户跟我说很危险啊。好，时间暂停。好，来，再下一张。好，我们看一下，市长，这真的是大小缺点不断，真的。好，我们看一下阳台的护栏，它的底座也没有固定哦。阳台的护栏这么重要，下一张。好，这个右边哦，好，放大。哎，下一张，好，你看它的螺丝还掉在旁边呢，这是阳台的护栏也没有固定好，歪斜，螺丝就这样子明目张胆的掉在旁边。好，下一张，好，我们可以看到哈、哦，这个是工具室的施工品质，市长从一开始到现在，施工的品质就一直是有问题，没有间断。这是置物间，但是整体来讲，这个品质，我实在是，如果我是屋主的话，我不晓得在座的各位，如果这是你们家的话，这是新盖好的房子，你们可以接受吗？下一张，好，你看坑坑巴巴的哈，这是麻花墙啊，还有个洞。好，下一张，好，这个是这个水管，然后装水管的固定的这个墙哈，也是这样子，一施工就裂开，也不补一下。好，下一张。好，这个是安全门，安全门的这个的墙，它也掉落一大块的这个水泥。好、哦，这是安全门的在转的地方，它的墙壁掉了一大块的水泥。好，下一张。好，这个还更离谱了、啊，这个地上的这个钢筋直接都外露，我还以为是掉在地上的这个钢筋的这个废料，要把它捡起来，才发现原来一掉在那边。它就是在那边，我怎么拿都拿不起来。原来就是固定已经在这边了，金刚是这个钢筋是整个是外露的。我们看一下影片，不只是钢筋外露，而且水泥还涂得非常的不平整，坑坑巴巴的，很丑。我拔不起来啊，它就在地上，这是钢筋。我们看一下那个地上哈，上影片太小，好。这室内还是室外？室内啊，市长，这是室内，我可以带你去看啊。这都是室内啊，我今天即使它是工具室好了，也不应该是这样，这是刚刚盖好建好的。好，再下一张。好，接下来我走到这个阳台，这个逃生梯外。到逃生梯外更离谱啊，这个油漆又来了，这个每一层楼的油漆都漆成这个样子，脏兮兮的，而且我还以为这个是什么灰尘是什么的，结果不是，它就是这个漆油漆的时候乱漆的。
这简直是把我们市政府做的社宅当作是他随便的这个乱涂鸦的画布啊！真的是每一层楼都这样子，我不知道市长你怎样哦，我不能接受这样子的品质哎、欸。好，再下一张。好，市长，这是逃生梯，对，对，这是逃生的外面的这个楼梯哈，每一层的楼梯，你看哦，我想到这个黄黄的是什么？就这个黄黄的，从这个每一个楼梯流出来的这个水，是这个钢筋锈蚀的这个水渗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品质真的是很令人堪忧哎。工作人员进出的一些，这每一阶都有这一种钢筋锈蚀的水流出来，我其实也不晓得为什么。好，下一张，我就走到顶楼，顶楼是最后一层楼了。你看一下顶楼这个漆，这个水泥的地方，哦，这个油漆，因为这个水泥坑坑巴巴，所以油漆漆起来也坑坑巴巴。但是你看哦，这个黄黄一样，黄黄的，这个是钢筋锈蚀的水，也是从里面跑出来的啊。这是我上个礼拜去看的，我上个礼拜去了新奇岩社宅去了三次，结果我天气非常好，没有道理说有什么水还什么的，但是就是钢筋的水从里面渗出来了。好，再下一张。好，你看这个本来要到顶楼看个风景，结果呢你看也是啊，这个旁边这个这个墙壁的地方，我要看风景的地方，发现这个水泥哈，这是顶楼的露台，坑坑巴巴，油漆刷不好，这个洞也都补不好。下一张，好，这也是一样啊，连瓷砖都贴不好啊，这都是在顶楼，我这样随处可以看得到的地方，这不是我拿着放大镜去检视，这是我肉眼随便看就可以看到的地方。好，下一张，市长，我跟你讲，漏水了，渗水了。这里是顶楼的这个接缝处，这一块砖块歪歪斜斜的。好，我们再下一张，我们再近一点看。好，这一块这个连接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水泥是漆的歪歪的，哦，然后也是坑坑巴巴之外，你看它上面，它左边这里是这个有漆白色的油漆，但是最上面这是泥土，这是这个水泥，哦，对，水泥砌成的，这也是。看起来就是不平整，但是这个水却是从这里开始流下来的。这个是新奇岩社宅的顶楼，这一整片墙壁到一楼，从十楼到一楼开始漏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好，下一张，你看这一片墙，就是从刚刚上面渗下来的，所以每一层楼的墙壁几乎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不是防水没有做好？为什么刚刚才验收完成的社宅整片墙壁会是这样子，这个水痕渗水的这么严重，墙壁这么脏？好，一座，我们现在检视里面并没有漏水，这个是我们清洁面的问题啊。清洁面的问题，你很骗鬼耶，我本人，你不要再打嘴了，你等一下看一下，我告诉你水从哪边来，我也拍到水。好，下一张。好，我当然知道你们最近有清洁工了，但是你们的清洁工是在清这个住户的房间。好，看一下刚刚这个 A 这面墙，就是刚市长你所看到的。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对，那个地上这个就是这个钢筋锈蚀的水，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有一滩钢筋锈蚀的水在那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B 面墙。好，影片下一张，下一张。我们看影片。好，这是我上楼梯之后，我看到地上有一滩水，我就很好奇，所以我就往上拍。往上拍的时候，我就看到上面在漏水了，有水滴从这上面滴下来，而且哦，好，这个影片暂停，而且这个上面还有两层楼哦，这不是顶楼哦，它上面还有两层楼，为什么漏到这里？来，左边，来这个箭头来这里，这一滴就是水珠。有好几滴都这样从这边滴下来，所以为什么地上会有小水滩？好，继续，影片请继续。上面也是啊，上面已经在锈蚀了，这些建物已经在锈蚀，然后就是因为水一直滴下来。好，
整片，这只是其中的一层楼，每一层楼都是这样子，就是上面的水痕从顶楼开始，就是从刚刚你看到的那一块砖块开始，整个下来全都是在渗水，我不知道为什么。好，下一张，再下一张。好，这就是你看哦，这个瓷砖有没有有这种缝隙，有白的，然后也有这种深色的，这就是上面在漏水的地方。好，再下一张。好，有没有看到左右两边的砖块很明显，比较黑的缝隙，那个就是有水痕从这边走过，那旁边是没有的哦。哦，好，再下一张。好，这就是刚刚如果你看不清楚，这就是漏水的滴水的水珠。好，再下一张。好，这就更不用讲，滴的更离谱、更厉害了。这是五个可以滴水，这个五个滴水的地方，但是它一直滴，一直滴。我不知道水从哪边来。我上礼拜去，天气非常好，你们可以调阅监视器，我人就在那里。我不是下雨天去的，我是天气好的时候去的，就是莫名其妙从这边一直在滴水。好，再下一张。好，市长，滴水不要讲，这更离谱的是什么？不只是在渗水，在滴水，连这个油漆也在滴呀、啊。当初就是因为赶工，施工在赶工的关系，所以你们呢，在这个涂这个油漆的时候，结果油漆一直在滴，也没有把它收工，把它收好，收尾没有收好，结果油漆也变成了这个小冰柱啊。好，这个代表什么？这就是施工手法真的很随便。好，下一张。好，接下来我就到这个民众的住户里面去了。这个住户说他这个九号鞋他放不进去，玫瑰的九号鞋没有办法放。好，下一张。好，市长，这个是进来住户他的这个一人的房型的地方。他一进来之后呢，我左边红框圈起来的这里，这是他的房间。但是你知道他的房间有多离谱吗？这是一个正常的房间吗？好，下一张，我们看一下。市长，这个门不能锁。你的房间的门即使是一人房不能锁，你也认为这合理吗？这对吗？而且这样子的房门有住户在说这是公司的规格。来，上一张，我们看一下，它唯一可以锁的是下面那个黑黑的那个洞，这个是公司的规格才会做出这样子的门房。所以我为什么说新奇岩社宅是拼装的色彩的色宅，就是从这个手扶的地方艾尼卡贝要用砖块垫脚尖，手扶的这个手扶的这个阶梯才有办法作为一个扶手。而这里呢，这里的房间，民众的房间没有办法锁门啊，这是房间吗？这应该是公司吧？所以大家在说奇怪，我的房间门不能锁，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一座这是套房型的，这是一人房型的。我知道是一人房型啊，啊你的。所以这是里面的房间，外面的另外是有外面的大门。我知道这是房间啦、啊，局长，这是房间没错吧？对。啊，房间不能锁，你觉得对吗？内外都不能锁啊，我就进去过了啊。麦克也这样，你们这个规格就是不对啦。来，下一张，再下一张。我们议会的门随便就有个喇叭锁啊，门可以锁本来就是很合理的啊，为什么不能锁呢？市长，你觉得就算是一人房，房间不能锁，你觉得这样对吗？房间门不能锁对吗？好，再下一张，再下一张。好，市长，这个是新奇岩社宅，我们从刚刚看到现在，从施工的品质不佳到管理的松散，你知道在108年的时候，在施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吗？发生一个工人因为这样子从高楼坠地死亡啊！好，怎么死亡的？来，我们看一下。啊，好，他这个死亡的原因跟理由是，哦，我们的罹灾者他是在这个高楼层进行模板废料清运及内侧交叉拉杆回复作业的时候。因为没有这个罹灾者，他雇主为死这个罹灾者，他没有使用这个安全带，
好，没有使用安全带就算了，主要的是因为这个施工的施工架的外侧的交叉拉杆没有给予保养，并且这个没有维持牢固，没有稳，所以这个外侧的交叉杆才会脱落，而导致罹灾者向外坠落，从高处坠落到一楼的这个地面，所以就因为这样子过世了。好，再下一张。你们凭好，我先说这里，这个是之后你们去查核这个缺失，确实是有缺失啊，有这个工作的工人工作的楼梯哦，没有依约规定设置扶手，这个你们这个高楼层的作业没有设置这个扶手，这很危险哎，这简直是在考验这些工人的这个他的这个重心吧？你看这个改善前跟改善后，市长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有手可以扶的地方。左边它只有这个楼梯可以走，右边嘿这里对它只有，你看它有两根有那个手可以扶的地方，所以会这样子摔下来，我觉得也是，我觉得这个安全真的公安真的是没做好啦。然后还有下面他说这个模板没有支撑固定，没有确实，而且你们呢连这个施工品质没有把握住，连公共安全也没有掌握住。局长，真的只有一个人死亡吗？你们知道的真的是这样子吗？不是吧？一座，您提的是指这一个案子工地，这个工地是新奇颜色仔的案子。108年有一次公安事故，我知道，对，没有错。你们给我的资料也确实是这样，是108年有一件死亡，108年底，但是只有这一件吗？就新奇眼的部分是这样。没有，我跟你讲，你看连一个小小的酒瓶。一大堆到处可见，你们只检查一件而已，我还是在你们验收完成之后我去抽查，我去检查的，就可以看到不少。那现在呢，来下一张，这个是我取得的，它是在新奇岩社宅，它是当天在坠地的时候工人还有一个一死一重伤，这个是重伤者的和解书，所以你们根本没有掌握实际施工以及工人到底在我们的工地、我们的社宅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不知道，所以还有一件公安并没有申报，你们完全没有办法掌握住啊。好，下一张。好，市长，这个我要跟你讨论一下，我一直在跟你拜托，一直在跟你请求，就是我们的社宅，因为你也知道住社宅的这些住户真的是相对的弱势，而最近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1到5，我们看一下它的冷气。这前面有5个社宅，它的冷气都是日立品牌，但是这个是针对公部门的部分，你非常的体恤公部门。但是问题是，我们的这些住社宅的民众，难道就不需要冷气吗？你还给他们最好的冷气耶，你给他们日立。好，下一张，接下来。好，从这个明伦社宅跟新奇岩社宅，为什么公部门的冷气会从日立变成美的，从 Made in Taiwan 到 Made in China， 为什么我们要使用中国品牌的冷气呢？这个规格到底是怎么样去设定的呢？而且你们在明伦社宅给住户租的冷气是品牌最大的冷气，他租一年可以买一台冷气，但是你们给公部门呢，却是用最便宜的美的 China， 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设置的标准真的是很奇怪。市长，现在这个国小都有班班有冷气，那为什么我们社宅不能够宅宅户户都有冷气呢？其实郝龙斌时代的大龙同社宅，它确实是有冷气，可是它的冷气从那时候到现在，其实还是有些住户他还是有在使用啊，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划算，你真的不需要让这些住户一年去租一台冷气，或者我们电子锁，我们免治马桶可以不需要，我们其实民众他要的是一个安全的安全品质的社宅，不需要多豪华，你看你盖得这么豪华，小缺点累积多了就是一个大缺点啊，这么多。市长，我在这边劝你啦，好好的回去思考一下我们这些设备配备。如果说从好市府到现在的冷气还可以使用的话，那您所
盖的这些社宅的冷气到后面都还是可以使用啊，住户都还是会非常感谢你啊。但是我这边我还是要跟市长讲一下，你的冷气或许我们不用到很高的规格，我们冷气有分高中低价位，你从最高的，你给这些公部门用最好的冷气，但是也有最差的冷气，你这个就是标准就不一了。我们或许可以挑一个中价位的，也可以让住户他们来吹冷气，因为最近我现在就是要跟你讲的是明伦社宅的问题。好，下一张。好，等一下，针对刚刚哈，刚刚新奇言哈，本席具体要求，先上一张。这个社宅施工阶段就应该要加强查核，市府查核小组应该在社宅施工的时候要加强，要常常去查核，才不会有这种大小状况不断的情形。那我也要拜托我们市政府，拜托柯文哲市长重新检讨社宅施工品质跟这些配备的需求跟规格，我认为你可以好好的下来思考一下。好，那接下来我要从冷气跟你讲到明伦社宅。明伦社宅的住户真的到现在还不敢开窗开门，因为真的很吵。市长，从你来到明伦社宅，我跟你反映这个捷运的噪音很吵。那我也知道说我们捷运公司也不断的在润滑，从四月轨道润滑到现在还在润滑，但是一样的吵。好，这是我们昨天所拍摄的影片，也是住户提供的。来，这是晚上大概八点的时候。跟一个 baby 要跟市长跟你澄清的，因为他们最近，因为这个妈妈最近生了小孩，而小孩常常因为捷运经过的声音，她的半夜晚上被吵到不能睡，小孩子在那边哭叫。那我相信陈佩琪医师，他是小儿科医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睡眠备受干扰，如果在长期的这样子的噪音之下，也会对小朋友的这个他的身体也会被他的身心灵造成影响。那我知道说你们一直现在来下一张。市长，你当时候你有承诺，你有跟这些住户说这是可以延役的，你说可以来考虑来加这个隔音板隔音墙，你虽然是需要多花钱，但是可以先编列预算逐项处理。但是我们的捷运公司一直不断的拿这个不断的润滑在这边糊弄我们的住户。市长，你自己承诺，你现在觉得该怎么办？真的很吵。这个议员报告了，这个润滑的工作我们有持续在做，也不是糊弄了，这本来从四月润滑到现在啊。对，润滑是一直要做，未来还是要持续在做。那再来在夜间的时候，我们也进行了减速。可是那至于隔音墙，我们也承诺就是循预算程序来编列来施作，这个我们都已经都承诺了，也在编预算。有吗？这确定吗？ 有在编预算。是我们用重置基金的预算。你什么时候要做？我们今年编进去就通过的时候就可以做。好，那市长，那个新奇人社宅，你要不要去看一下？你要不要去走一下？你资料给我，我自己去看。哦，好，谢谢市长。好，时间暂停。